大家好，我是龙杰哈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个先演示后教程，一个三张的弹写啊。上次大家讲过一个抽写是吧？今天我们讲讲弹写啊。就正常的这么去写下牌，然后我们把牌就这样一张一张去抓。以六个人为例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的，是吧？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牌呢是怎么去做的哈。这个主要是靠手感去控制这个牌啊，你刚开始练不用弹一次啊，我们弹两次啊、三次啊都可以啊。假如我们刚开始练，一般就少一点吧，以四个人为例啊。这个手留三张，这个手留两张啊，可以看一下的，插中间去放上去啊。第二次啊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手三张，这个手这次是留一张啊，是吧？那现在我们这牌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排序啊。就可以了。希望兄弟们不要参到赌博当中啊！十赌九诈，治安家庭，远离赌博啊！这个手法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，双击啊，评论。